北太武乡位于屏东县雾台乡好茶村和太武乡太武村，与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交界之间，为中央山脉南段最高峰，也是屏东县境内唯一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，也是大武地垒的最高峰，标高3092公尺，有着南台湾屏障之称。北大武山山形巍峨高耸，百岳编号90，其称大武山。北大武山山脊兽峡，东西两侧峭壁绝壁，犹如被切削的断崖，由北向南望，状如尖锐的锥形山体。山顶有一颗一等三角点，即北大武山立牌，有绝佳的展望。崇山峻岭连绵，一望无际。气势磅礴，雄霸一方。羽翼山、雪山、南湖大山、秀姑峦山，合称台湾五岳。南坛屏障大武山，云海故乡看不完。巨木铁山在两旁，鬼斧神工超景观，绝美梦幻，仙气飘飘。北大武山为台湾及鲁凯族的圣山，深信祖先灵魂将魂归山顶，主人线上布满铁山，为全台最大的原始铁山林。秋冬云海残布满山峦下，站上主人线即可观赏，随处可见，非常壮观奇特。登山当日终日云海不散，云瀑天河倾泻，叹为观止。12点51分新登山步，现在到日汤跟三坑，
2:04旧登山口海拔152公尺，一 K 海拔1553公尺，2:39到一 K， 还有8K， Go， 继续前进，1.75K， 3:01，海拔1657公尺，2K， 3:12，海拔1742公尺，2.5K 属于休息区，3:27，海拔1767公尺。3K 海拔1870，时间3:54，3.5K 海拔1998公尺，4:15。看到摸字铁区，上去就喜多利断崖了。5K 海拔2402，5:40。承载线3人，5:57，天快亮了。6点了，天快亮了。大武神木，倒木三兄弟，5.5K， 6:20，海拔2500公尺，过5.5K， 一样斜坡向上，前面又是倒木。6K 6:46，海拔2619公尺，水源一，6.3K 水源区的观景台，6.3K 的水源，7:15，海拔2667公尺，哇，铁山好漂亮。快2700，开始有建筑。金翼白眉，早。7K 7:30，海拔2802。摸字铁，上到人线上来了，太好了 ，nice。8:04，上到人线，海拔二。我现在上了人线喽。
这个铁山真漂亮。高沙夜天际，大雾遗址，哇，好壮丽的白木林。高沙义勇军的山头，现在过高山义勇军的哇，最后山头的挣扎，北大武山终于到啊，累死了。云海啊，我拢无走啊，吼，足高呢。2:46，我要下沦陷了。4:48，到达跟快谷的。7:21。